黑云压城城欲摧啊，这是在大峡谷 Flagstaff 过来的威廉姆斯，准备下大坡了，然后大家都要检查一下，看看这个花已经黄了，然后有些这边的乌云还很重，已经下了几滴雨了。下了几滴雨，看看，而且这花也开了，看一下，吓人不吓人？看看这个风景很漂亮，大峡谷呀，是人类的一个那个奇迹。彩虹了，你看这边这个地方看见彩虹了，这跟的上面。